好玩吗？五四三嘛，哈。访问网络电台的观众朋友、海内外乡亲，大家好！啊，咱继续搁倒转来接续嘞。啊，原来是杨尚明宇老师来遮，甲咱共同来探讨。啊，咱拄则讲的，咱访问网络电台是为着台湾这片土地、甲土地上的人民、甲咱要建国的这个任务，啊，咱来设这个访问网络电台。啊，伫遮开始。啊，包括丁梅伫个遮，甲阮个团队呢，拢伫个学习中。啊，准讲有淡薄仔所在，啊，也阁无讲解完美个话，啊，请大家互相啊，即个体谅，互相包容。啊，因为咱啊，伫个用足无简单个即个环境之下，吼、啊，搭有通啊来啊发声。啊，咱也会当阁请到即、這个啊敖个即个老师来甲咱共同啊来为着台湾啊，即个一挂即落啊，无论是啊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还是即个宗教也好，佛教啦，爱讲佛教吼，拄则老师才纠正尔吼。啊，咱因为咱今仔日咱个台湾呢，已经陷入即个混乱个诶，中间，咱袂使予这个所称的这个佛教的上无上无上无上师来啊凌驾于咱的这个政治，啊来啊将咱的2300万诶台湾人的这个前途啊来含来钉伫个一个这个无上无上无上的一个政治回旋的手里。啊，所以讲，咱来请杨尚明杨老师呢，啊来咱的这个访问网络电台，甲咱海内外的乡亲，共同来探讨讲佛不教，伊是安怎有法度来这个侵入咱的台湾人民的这个心底内底，甘愿着受着伊的这个统治安尼，好不教来统治安尼，好来老师嘿，请继续。大家好哈，首先向大家说明。佛教甲佛教的差别伫倒？即讲安尼，大家才会深刻印象。是，即个佛啦，是色迦民族佛的话音啦。好，色迦民族因所讲的佛，伫早期的荷兰人，也就是即卖台湾人，改翻伊的音叫做佛陀。佛就是迄个普。普陀啦，普上水面的普，陀是屠宰场的陀，叫做普陀。啊，普陀用汉音，还是用北京音，读作浮屠，甲伊的佛的原音差真济，所以因佛教者渐渐是咧修改，由普陀呢渐渐修改到即个迄个菩提，菩提，啊，所以菩提。甲佛是比较着较接近，以后因则将佛叫做佛陀，啊佛陀那是台湾音，就是荷兰音是，较话佛的这个原音，但是那用个菩提，伊又个是搁走抓去啊，所以伫这所在大家知影，原音是佛的，啊用台湾话读作普陀，啊普陀到尾叫做简单称作佛，哦。所以爱发音爱发作不，即个伊个观音有接近吼。另外一般人大咧讲巴拉票，巴拉票就是为巴拉票这个所在讲出来。因为佛教是主张空，尤其因出家人拢他们剃光光，还是表示空的意思。所以以前的黑社会也好，或者是讲生意人也好。那摕到空头支票，拢讲不拉票，这个不就表示空的意思，但是一直到尾啊呢，变作噪音去，变作巴拉票，巴拉是正确确的，绝对袂去空头支票，所以咱就知影讲巴拉票是由不拉票的转音来，巴拉票的讲法是唔对的，不拉票才对，今物要来讲就是讲，其实啦。早期的荷兰人就是早期的色迦民族这边的隔壁宗头的人，尤其是伫当时周朝，因的祖先嘛是属于色迦民族西疆这边的人，到尾啊来个中原这边的荷兰这个所在呢，
因为地头上洛阳迄个所在呢做首都，所以到尾也才将洛阳啊来做因的迄个做语言的话，所以才由迄个西方迄边的西基迄边的民族性呢，渐渐改变成做这个洛阳这边的民族性出来。所以早期的荷兰人，啊，甲早期周朝的祖先呢，拢甲这个佛教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台湾人所伫咧讲的话，即卖还阁留一部分是色彩民族所讲起的话。比如讲，台湾人咧讲“俄罗”这两字，也是佛教的上界观察的物件。佛教伫咧出家伫咧修，唔是干呐讲要修去西方阿弥陀佛的境界。哦，这个世界呢，去爱个修，修到上界观的境界，超越过阿弥陀佛，就是叫做迄、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哦，这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伫台湾的和尚未晓发音，伊读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伫中国人和尚，伊读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实际上真正的发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荷兰人所讲的，伊就出于头一句阿耨，上界观的境界。所以讲啊，这个人，这个囡仔真会阿耨哩，就是已经达到真高的境界。所以这个阿耨呢，是色彩民族的原因。啊，由台湾人提来讲，为者会当证明讲，台湾人甲色彩民族甲西基迄个时阵的人呢，是有一个民族性的融合关系，就是住伫个隔壁庄啊，拢语言拢会，以前个隔壁庄有时爱行几下工着，隔壁庄啊有语言淡薄仔难着安尼。对，啊，所以其实吼，伫迄个佛教个故事记载，刘瑞阳伫消灭色彩民族个时阵，迄当阵呢，色彩民族着有一部分个人走过来。咱即马即块土地，台湾的所在，所以台湾这个土地上界走来，大是色彩民族去予刘瑞阳，堆杀吼，啊，走到咱来这个所在，唔是即马所讲的这个原住民，真正台湾这个土地上界早是色彩民族的人，到咱走走出个所在。至于讲刘瑞阳是安那要堆杀这个色彩民族呢？因为刘丽王因老爸去予色彩民族因这边的人欺负去，伊迄个刘丽王因老爸甲色彩民族因这边呢是有迄个姻亲的关系，因是隔壁庄头，就是波斯这边。哦，色彩因老母啊是波斯人，哦是有隔壁庄头姻亲的关系。啊，因为这个刘丽王因老爸希望讲甲这个色彩民族会当结亲，所以伊就讲叫色彩民族这边一个强力来给。啊，色彩民族因前伊讲因的民族性真宽大真清气，无爱甲这个徐美容这边吼结亲，所以但是武力上阁怕输人，所以因就用过一个查某囡仔加做强力来给。啊，这个查某囡仔嫁去甲这个徐美容做新妇的时阵，到尾啊，这个徐美容发现讲，原来是娶到因那边的查某囡仔，但是已经都生囝出来啊，吼，啊真受气，即口恨呢，记伫心肝头，伊则将因囝号做琉璃，琉璃就是颠沛流离迄个琉璃，但是不久以后，将这个颠沛流离的琉璃呢，改变做迄个玉啊瓶的琉璃。实际上，这佛教是为着面子的，这里是唔对的。啊，到这刘丽荣大汉的时阵，因阿公啦，叫伊讲你等于找恁外公，那边惊惊咧。啊，这个向阵七八岁囡啊，就走来色彩民族因这边找因外公。啊，伊找因外公的时阵，去到地就入去迄、那个大位遐就甲坐落去，结果引起因外公这边的迄个一挂官员。受气不满，把伊赶落来。伊讲：“这阮阿公的话，我太袂使坐。”伊讲：“你毋是恁阿公的孙啦，哦，我都明明阮阿公的孙，我哪毋是？
伊讲恁老母我是阮遮个查某囡仔啦，并毋是王后，毋是这个前番王的查某囝啦。嗯，伫这个时阵，这个囡仔七八岁囡仔，感觉真见笑。哦，原来阮老母我是查某囡仔哦。嗯，伊去用赶落来，啊，见笑，这点先跑掉咧。伊就转伫路，甲因遮个随身所带遮个大官讲。这点心恁家会记哩，后摆呐，我接王位的时阵，我一定要来消灭色黑民族。伊去消灭色黑民族，哦，就是这点心所带来。啊，等到到这个琉璃王大汉的时阵，伊真正落来打这个色黑民族。啊，色黑民族的武力本来就输人啊。啊，这中间呢，由色黑出面，哦，来伫一张大长树下遐个坐伫遐个洞。啊！伊这个琉璃王看到这个因，这个算伊个，讲伊叫伯阿兄嘛唔对，讲伊什么兄，反正就是有伊个，讲亲戚佫唔是亲戚，迄阵真奇怪关系啦。哦，但是伊看到讲这阵关系，佫感觉讲这个切克本身做人也真差不多，真予人会恶落哩。大家爱记得恶落哦，吼、哦，即句话吼、哦、真恶落哩。伊就来甲这个切克讲。即届看你的面子，我卖甲你拍。后一摆我阁来时，无希望你阁出现。你若阁出现，唔好讲我无带念征魂，照拍无误。所以第二届过来拍时，色客就真正无出现啦。啊，无出现了后呢，即个色客民族就去予伊扫作去啊。哦，啊，照佛经的记载，讲灰老相合啦。啊，台西999万人。嗯，各位听众朋友，为遮你爱知影讲。北京是一种臭蛋，伫伊当时的色黑民族，哪有遐济人啊？啊，佮当初的迄落999万的代表，因安怎算出来？安怎算出来？嘿，无可能的代志嘛。2000多年前，安怎算出来？所以吼，大家爱知影吼，北京吼，佛教叫人讲袂使迄个啥物祈雨啦、妄语啦，其实北京本身就是。充满着奇妄语，诶记载，充满着白贼啦，安尼用白话文来讲，嘿，所以，伫即款的诶欺骗的经书下面诶青云，伊所学的嘛学着欺骗的，哦，所有的佛教拢是受即款欺骗的诶经书所伫咧传导啦，哦，所以我用上面将出家人分作两类，一类是妄和尚、妄尼姑。一类是恶和尚、恶尼姑。啊，那妄和尚、妄尼姑吼，咱也搁还好啦，包容伊啦。啊，伊着人生行到无迄落，啊，伊着去选择迄条讲刀片安尼吼。迄个不插俗事啊，刀片啊，家己自善其身安尼，咱也搁开。但是这伤害着是害伫个这个，伊还搁伫遐咧这个冥冥众生内底吼。还搁底下咧制造这种的啊混乱安尼。这个甲我用上面所讲的吼，戆甲恶的定义无啥共。对。戆和尚、戆尼姑，就是讲伊敢若信经主。这个假经主，伊唔知迄是假，伊信那个是真呢。啊，所以呢，伊真认真在上经，真认真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啊，刷来伊嘛去替人超度。啊，助念也好，念佛也好，希望讲世人会当甲助，甲帮助去迄个西方极乐世界。即类的尼姑和尚，我就讲伊是戆尼姑、戆和尚，因为伊本身唔知讲这经书是假，啊，因嘛唔知讲要去西方极乐世界，就是佛教有一个规定，你一定爱受过正皈依。什么叫正皈依？就是有系统性的和尚来皈依，尼姑还不够资格。尼姑皈依的这信徒，还无到资格成为佛教徒，哦，所以有正统的皈依的佛教徒，才有资格他去西方极乐世界。这点在这个龙禅师圣严会上，吼，伊的册内底写得真清楚。啊，那安尼呢？一定这个无经过正皈依的这个人死去了。即个戆和尚、戆尼姑，拢要共助念，也好要共普渡去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无可能会到的。遐个人自己上都无够啊！遐个人伊家己都无法度渡家己啊，伊哪有才调过去渡别人？伫迄个做迄个
程序上因无经过这个正规的程序啦，所以伊无资格哦。这个是王辉兄王尼哥所做的，我家定位是安尼。所以讲，王尼哥王辉兄差哩多呢。王尼哥王辉兄就是讲，因只个尼哥辉兄知影在迄个皈依的手续无完毕，啊嘛无这个西方阿弥陀佛的世界，哦。但是伊知影，佫要咁做，拢是假，拢是假，啊，佫要佫安尼做，这款就是恶的行为啦。是啊，我认为讲这个青云因这阵人。因是知影这个代志，包括讲这个慧莲这正言因师傅，因冇出册啊，冇写讲无西方阿弥陀佛，包括讲龙禅寺这个和尚，伊冇出册，冇写讲无西方阿弥陀佛，所以青云冇可能唔知影这项代志。啊，既然知伊佫安尼做呢，表示讲伊是一个恶的行为。啊，青云本来伊心底就是无端正。因为真济人伫谣传青云是一个叫做花和尚啦，啊，我杨尚民有接过讲，甲杨迄个青云有几届的接触的人，包括青云的自用轿车司机，包括青云佛光山伫烹饭互青云食一个年糕，啊，包括讲迄个政治政干党校诶一个女学生，啊，有。听讲是有青云的证，我有这个间接这款的消息的来源，所以伫遮我敢大胆讲，青云伊除了讲插证之以外，伊阁是一个啊回事上的和尚啦。啊，这款的人呢，伊伫佛光山伫建开山的时阵啦，伊就占领佛光山一寡在山高龙的土地啊。伊伫迄所在开山的时阵，在山高龙要去。上山要开采迄个水果呢，伊讲围起来歹放过，即个早期即媒体拢有报道，啊，这款代志，结果咱的政府因为就是受到宗教的一种勾结，要希望讲透过宗教来欺骗百姓稳定的生活，啊，来投伊国民党的票呢，所以伊放目给青云去做这无法无天的代志，啊，这样代志。应该是大家拢知道的。是啊，迄、那个老师哦、喔，迄、那个佛光山，伊这个建筑物吼、喔，伊拢是这个叫违章建筑，无申请合法。迄是我你咧深山拿来，哪有可能讲，政府会伊会颁发迄个合法建筑令，互你伫遐咧起迄啰，这个妨害着这个森林保护啊，甲这个土石流维护的这种的，这个这么大间的这个宫庙呢，啊，除了这之外吼，啊，伊搁甲人啊，这个围人的迄落有宽敞的人的迄个土地围起了，爱经过，你看这是一种的这个强盗的这个行为嘛。好啊，但是咱台湾人唔知影讲听即、這个讲啦吼，讲嘛毋是听讲啊，啊，着电视媒体拢有在报道，讲即个青云伊个即个信徒吼，超过300万个啦，表示讲咱2300万个人口内底有300万个即个生理人啦、家庭主妇啦、遮个人，拢总去甲伊跪拜，拢拜伫个伊个即、這个。啊，这个门街下骹安尼，啊，你一个人，你只要共迄个人跪落，伊是人呢，啊，佮伊佫是灰落落的，佮毋是正神的这个和尚，啊，得到足济，嘛有专家教授或者甚物，拢去佮伊跪拜，哦，啊，佮有这个总统级的候选人，佮总统甚物，拢去佮伊跪拜安尼，啊，那你这安尼想吼，讲咱台湾是毋是讲？大家人拢伫个活伫个混乱当中，讲人拢袂晓想讲吼，啊烧香若有保庇吼，啊烟筒毋较大支，那烟筒伫遐大大支安尼，啊迄落粉拢呛个天顶去，啊迄毋着足有效个，啊结果哪会拢无效嘞？吼啊伫个遮是毋是讲啊，咱来探讨讲啊，哪会遐济伊个所称拢有知识阶层个人，大头家也是安那，拢去甲伊跪拜，啊迄跪个迄个幕后是伊个即个幕后呐。照老师来讲，伊个幕后是代表啥物啊？这个幕后代表啥哈？伫真早，我驶计程车载着人客时阵，都有迄、那个某一间大学的教授啊，甲院长哈，
捌甲讨论即样代志。伊就是讲我用上面咧讲个即个宗教个理论，甲别人无共款。我用上面就是讲，所有的宗教无一个真理个，真理是袂当变个。一般伫咧讲真理是愈变愈明，这绝对毋是真理。这小正小正绝对毋是真理。真理是袂用变哩。你无法度变个啦。安怎讲无法度变？日头为东边出来，为西边落来，这是要安怎去变？这就是真理啦。腹肚枵就爱食饭，嘴干就爱啉茶，这嘛免变，这就是真理啦。若宗教所立的吼，因各宗教的立场所伫咧立的这真理，这拢非真理，拢假，是徛伫非真理，用个硬度要欺骗这信徒所立出来这物件，包括基督教，包括佛教，包括回教，包括。所有宗教，因所讲真理，拢非真理。真正的真理是大自然，伫大自然内底，才会当去找到真理。其实嘛免找，都迄个寒都爱穿衫，热都爱脱衫，这就免找啊，这自然的代志啊。所以符合自然的代志，才是真理啦。违反自然，这就毋是真理啦。伫基督教伊是违反自然，用个猎兔会变作人，一挂人类学的科学家嘛，就你讲人是类狗变的，敢那亲像狗变的，这拢毋是真理，这大家爱变的，佫说咧，佛教讲，人，死了会轮回，即世人所做的歹代志会拖去后世人，后世人。前世人所做的好代志，会来对应这世人，这是佛教一种谬论啦，自圆其说啦。所以若要爱讲真正有智慧呢，赶紧脱离开宗教，所有宗教拢会互你愈来愈戆。你若无脱离这宗教，绝对这世人你学无物件。这个学的物件是要学愈学愈巧，学到什么款程度？就是学到佛教所要求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讲这个青云吼，你看迄落伫迄落电视顶端安尼看，伊若出来的时阵吼，遐个地主大家拢规一片拢规落去安尼。因拢戆人啦。嘿，我就感觉讲足奇怪呢。伊人就好脚好手，哪会食饭都爱一个女地主安尼捧去？捧去给他吃，送去他的头前给他吃。好好好酒你就起来，你不是说众生平等，你在那里就在那里制作阶级，你就像皇上一样嘛，就有那个宫女太监捧饭来给我吃，你就要制作那种的，你是高人一等，你高人一等，你跟那些下脚层的人大家都不一样，就要这样。像旁边你即你是一个和尚来讲，你嘛叫小和尚，那就一定爱叫尼姑来甲你捧饭。我是唔知讲，另外你讲叫尼姑捧饭去学和尚，即青云家吼，这个是听到的，或者是看到的。这是内底人迄落去信徒去迄落民间拢安尼传说啊，你坐游览车进游团哦。游览车顶头会讲。我用上面在讲的话吼。那是听传说，我来讲，我这就听到的传说。我伫游览车顶听到，我就是伫游览车顶听到。比较着较负责任的态度啦。是。我用上面只要甲各位讲，我亲目看、亲耳听到的，一个年糕芳饭吼，非常好食。这个年糕亲嘴甲我讲的。十几年前，我驶计程车载到一个年糕。伫苏国。外口遐载着一个年糕，这个年糕呢，向阵落雨，爬起来坐伫我的边啊，即位，要去叫我载家人。我甲伊问讲，你剃光头应该是出家人，伊讲对。讲你出家人，你是台湾人，还是外国人，还是大陆人？伊讲我台湾的大陆人呐、台湾的大陆人啦、中国过来的。讲那安尼你。既然是台湾的大陆人，你是信西藏那边的佛教？哦，不是，不是，讲无你信，你来穿红衫，这是西藏那边的密宗的衫呢。对。伊讲伊故意穿的啦。
吼、哦，穿安尼要来气人师傅的啦。我甲问讲，为什么你要穿红衫气人师傅？啊，人师傅是啥？吼、哦，啊，你是什么宗？你既然唔是西藏那边的密宗、啊，你是什么宗？伊讲我是净土宗，阮师傅是青云。青云是净土宗，无唔对啊！哦，啊，你是安尼要穿密宗的衫？伊讲，因为我伫佛光山伫厨房伫咧煮食，到尾也升起来胖胖吼青云食。啊，胖胖爬三胖四胖呢，常常看到青云的房间安尼一种不端正的行为。哦，啊，我讲是什么款不端正？伊讲内底定定有尼姑，或者是有学生，拢是查某的。啊，伊旁边去食的中间呢，拢会看到讲青云甲即阵人，或者是甲其中一个人牵来手来。哦，这个是这个尼姑亲嘴甲我讲的，坐伫我身躯边，亲嘴甲我讲，讲啊安尼，你莫恶别讲哦。伊这青云是知名度真高的人。哦，一个高僧，名声不是高僧啦，名声啦。哦，啊，伊个是国民中国国民党的中常委哦。哎，讲你莫安尼恶白讲哦，爱有证据。讲、啊，我都有证据，我唔只安尼。啊，所以我都看了未惯，我就安尼离开佛光山。哦，才找家人。哦，啊，才故意穿这件衫。哦，啊，要气运师傅请问。哦，这个是这个尼姑亲自甲我讲的代志啦。伊讲，你若无相信的话，我抱你去佛光山什么所在，什么所在，你安怎行，安怎看，你有迄个所在看一遍，就会看到这款代志啊。伊果甲我讲个有腔有调啊，哈、啊，这样代志是我这个杨尚文再一当开始，伊亲自甲我讲，亲讲的就对啦。另外一件代志呢，就是讲我伫中正机场的。拜班载人客的时阵啦，其中一个比较的公开的投机的一个，我那中正机场拜班的计程车司机，用的时阵就甲我开讲，伊甲我开讲讲，这个青云是花和尚，讲是安那花和尚，伊讲伊是听伊边仔西游览巴士的朋友好朋友讲的，我这个机场这个计程车司机，伊主地是咧西巴士的大巴士游览车。在游览车内底，边仔司机用的时阵开讲，其中一个伊较好的朋友，在游览车大巴士，伊就甲伊讲，讲伊本来是青云轿车的私人轿车司机，就是看袂惯青云迄款的骹来手来的行为，所以伊气到继续搁看咧，看袂落啊，忍袂住啊，伊才辞掉，才来驶游览车大巴士，伊就是讲。伊伫载青云的时阵呢，常常看青云坐伫后壁，拢甲查某的牵来手来。啊，这个是我间接听到的，但是我相信讲，这个甲我讲这个朋友啊，伊姓刘，吼、哦，伊无必要生话甲我讲白贼。这个朋友到尾啊，吼、哦，伊甲我问一项代志，伊讲，那个杨尚敏啊，我驶计程车吼，啊，才坐会啊，吼，啊，即摆阁继续驶落无前途。我想要转行，唔知要转倒一行，你甲我讲看卖，你甲我指点一下。我甲看看咧吼，讲你若要转行，我甲你建议啦，你去饲鹿啊。伊讲饲鹿啊，我外行啊，变来饲鹿啊。讲啊，我甲你讲，你就是内行。伊甲问讲，啊，你捌饲鹿啊？讲我唔捌。啊，你有内行？讲我嘛无内行。啊，你要哪甲我教？啊，我都有迄个地位，等甲你教。吼、哦，啊，伊我甲你看吼，你是适合饲鹿啊。啊讲讲就煞去啊！但是经过两年后，伊找我，伊讲杨尚敏，我伫迄北头山头遐吼，饲一阵鹿啊，你来甲看，伊真正落去饲鹿啊！啊，我去遐看，哇，饲即几啊十只鹿个伫迄个所在。啊，这个人姓刘吼，伊甲我讲，伊个游览车巴士诶朋友本来是青云轿车司机，啊，我相信伊无必要甲我骗。哦啊、因为伊饲鹿仔嘛是我甲卡尼啊，哦，甲教伊安怎饲的吼。啊，实际上啊，杨尚敏是有智慧，但是无经验。对啦，啊，你拄则咧讲伊，你拄则回头讲伊甲一个政工干校的迄
这个吼，这个比较到就是较闲的物件啦。这个嘛是我载到的一个计程车司机朋友啦，哈，嘛不是讲朋友啦，计程车司机的人客啦。这个人客，伊伫车底甲开讲，到尾啊呢，甲开讲甲真趣味，吼，邀请我去因店的开讲啦，泡茶啦。迄样阵伊伫倒开店，就是伫即卖第二殡仪馆对面遐一挂违章建筑。不是像现在，做那个停车场，那样就是一堆违章建筑，要在那个地方开一间那个蒙牌，在刻蒙牌的店，他是在做蒙牌，招我去他们家坐喝茶，这个人在跟我说，说他本来是善到用要做乞食，很歹生活，所以他原来去弄榴莲，原来去做一些歹人吼，诶，代志啦，我感觉生活足痛苦诶。到尾有一天啊，何应钦透过人来甲伊讲，讲伊是黄兴诶后代，伊不爱信。黄兴是虾米人咧？黄兴就是孙文诶时代利用伊去做革命黄花岗诶人啦。伊就是讲，黄兴是。革命的历史，哪有可能是伊是伊的后代呢？到尾啊，何应钦呢，就叫人甲请去何应钦面兜，摕一寡伊是黄兴后代的资料证据来看。嘿，向阵伊才相信，起着惊，伊袂使阁继续安尼轮回，弄榴莲。伊爱做一个，唔好去，互因黄兴，唔好互因黄兴阁见效的代志。所以才认真叫伊做，来学拍蒙牌。到尾啊，蒙牌生意做甲袂歹。既然伊是黄兴的后代，国民党中部这边嘛，透迄个叫做何应钦嘛，已经甲即中东部讲，伊这个是国民党诶前人历史的后代。所以。伊定来去国民党中东部咧行搭，有一届呢，就是去国民党中东部的时阵啊，迄个社会工作会，有一个查某囡仔大腹肚，去遐哭，哭热，即个国民党中东部，伊讲伊腹肚即内底就是黄粉的症，青粉的症，因为上面在讲这个话是，迄个黄兴的后代甲我讲的，亲嘴甲我讲的。对。伊讲伊亲身有参加这场的，迄个活动。因为即个国民党中东部因听甲讲真奇怪，青云这个出名的会想来做这个代志，嘿，迄阵也是做中常委的款吼，真久的代志啊。伊就讲伊是迄个。北投正港干校的学生，因为某种特殊的关系认识青云，结果甲青云发生关系，即内底有野证，青云即马都歹插伊。中东部这边呢，就你讲这样代志需要深入调查，调查到尾也清楚，就是你讲有这个可能，才带这个查某囡仔，包括。在甲讲这样代志，这个拍蒙牌的头家呢，伊当时对中东部人去，去佛光山去见这个青云，去青云。以前中东部伊就发布一个新闻消息，讲佛光山的开山祖师有重要代志得要发表，恁这阵记者对我来。就一群记者对中东部人去到佛光山，伊中东部将这群记者给安搭伫大厅的所在，带这个查某囡仔，甲讲这个人呢，伊嘛对，伊既然是迄个黄兴后代，伊伫国民党算上，原来有相当的分量的人嘛，所以伊就原来对入去。中东部人问青云讲，这个查某囡仔你捌哩？青云全咧绿色去，人观察就知影嘛，观察就知影，讲这台底是你的证，你有承认无？青云点，中东部的人甲伊讲，你是一个
出家人啊，哪会使做这款代志？得道的高僧呢？伊也无得道啦，伊也无得道啦。伊听拢放伊，伊伫伊咱都放伊，家己已经得道啊呢。啊，所以那是安尼做吼，有损害着佛教清规啊。嗯。哦，啊，损害着你的青云的社会佛教界的地位跟名声。嗯。你要哪交代？嗯，也青云甲中统部的人讲讲，实际上我青云还阁是一个肉体，嗯，还袂得多，啊，所以七情六欲我还无法度全完全的摆脱，嗯，所以我犯这款的错误是啊人性的本性，啊，伊会负这个责任，嗯，所以中统部的人感觉讲，你还阁有勇气承认哈。啊，所以这样代志呢，嗯，啊，那你要负责任，你就爱交棒，安怎负？无伊就叫伊讲爱交棒，嗯，青云不爱，嗯，不爱交棒，啊，因中东部就讲，你若不爱交棒，我即马记者带一阵来伫外口啊，嗯，我对记者宣布这样代志，嗯，立马不得不交棒啦，嗯，哦，啊，你若愿意要交棒。嗯，哦，交棒指定人由我中统部所指定。嗯，哦，啊，出来时，阮向记者宣布，就是讲你开山祖师。嗯，哦，啊，迄个阶段性的任务完成啊，啊，要交棒啊，哦，安尼来，大家拢袂歹看。对。所以，青云交棒这样代志啊，伫媒体报真济，就是报讲伊是阶段性的任务，爱伊开山祖师。交棒是安尼，交棒。讲伊淡泊名利啦，啊，已经哈，也该付出的都付出了。所以哈，这部分我用上面要声明哈，这部分青云，那就你讲无这样代志，哈，啊，你下当个案用上面，啊，因为我用上面所讲的是由家己甲讲吴兴的后代，这个拍蒙牌的头家。哦，亲随甲我讲，讲伊嘛有参加这场，伊本人有参加这场，伊甲我讲的，啊，所以所以讲证人啊，证人还佫伫咧就对啦，吼，还佫有法度找啦。啊，咱嘛会当佫从迄个迄阵仔的报纸，啊，咱佫会当去图书馆遐甲调出来，咱拢有通啊看就对啦。所以我有想要你讲吼，既然我捌法律，所以我会知影讲这个讲出来，诶，法律责任伫倒。是。哦，啊，欢迎讲。青云，你为着要清白，啊，要证明讲你无这样代志，你会使告我杨小明甲你汇报，啊，到时我会将证人找出来，互你看。个报纸个调出来，啊，互你看。报纸是袂当证明讲这样代志，因报纸无。无，就迄阵啊，有在报讲你是安怎，那会要交棒就讲这个汇报啦。交棒哦，你对啊对啊，你为什么啊？你安尼，你尾啊，你搁转来，即马搁做一个山大王，啊，搁做个较大呢？啊，尾啊，伊就安尼，就走去美国嘛。伊既然交棒了后吼，搁倒转来，搁接这个位吼。嗯。这就表示讲，伊青云伊本身交棒是假啦，嗯、是应付当时的情境尔啦，骗风头而已啦，嘿。哦，这是青云一挂迄个花边的新闻啦。嗯。哦，我所记的这三件，哦，拢是迄、那个，啊，就有人直接甲讲，啊，有人间接甲讲，哦。迄、那个间接的，就是讲青云的自用轿车司机讲，予我机场的司机朋友听，我的迄个司机朋友姓刘的讲我听，所以人我拢有讲出来，吼、嗯哦。啊，直接的，就是讲青云的徒弟，这个女徒弟直接讲予我听。嗯。啊，过来就是这个间接的，就是讲这个拍蒙牌的头家，伫第二殡仪馆头前，迄阵违章建筑蒙牌。蒙牌店的头家，伊亲嘴甲我讲的，哦，这拢有人、有地点、有时间的。嗯，是啦，所以讲咱知影讲哦，当然啦，什么人会无过错哈？这但是你今仔日，唔是讲你这普通人讲啊，啊，总讲迄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啦，你过去杀人安怎？你放下屠刀，这拢会当。
讲迄落，但是你今仔日你即个过程内底，你的即个信用根本毋是正派的即个正统的即个信用，你明知知影迄毋对的，但是你借用着这個，啊来满足家己的七情六欲，啊过来，佮愈算愈大。大家变今仔日到底啊咧耍台湾，台湾敢若你伫咧手中心人内底共款，互人感觉讲你即种个，就是不止讲是你是一个政治会商，而且你阁是一个野干精。迄、那个老师吼，我来讲哦，伊哦伫咧落美国吼，起足济即落学校吼，即、這个因个迄落所讲个讲佛教个啥物学校，伫美国各州吼，拢有去迄落占地讲几百家呢。啊伫个遐吼，咱台湾所有个黑社会也好，黑白两道啦，也是讲染着一挂啥物官司啦，要走路个吼，规个规旁拢总输出拢去伊所办个即落即种个即落野鸡仔学店吼。啊，伫遐撇风头嘛，撇三年五冬，遮个代志，也是官司啥物吼，较无个时阵，啊，因着摇大摇大摆，着摕着一个啥物博士学位吼，着安尼转来了后，着安插伫个政府个各个部门啦。啊，所以讲，迄阵啊，毋但有讲迄落老朋友，伊个即个讲，伊是乌官，讲伊个即个，伊个即个博士证书吼，也是伫即个外国。告买来，啊人伫要查，讲查伊是乌官啦，啊结果即个老朋友呢坐伫遐老神在在，啊记者甲伊问讲吼，人要甲你查你个迄落，你就是乌官呢，你即个馆长都无不正当性个，啊即、這个老朋友就私下就甲遐个记者讲，哈哈，你们不要紧张啦，那我老朋友的这个我的这个学历是假的来讲吼，我希望伊查落，那总查落吼，中华民国政府就安尼爱 stop 爱结束安怎？咱的政府单位吼，三分之二的这个官拢总是乌官，那我老朋友的这个学历吼，这是制造假的吼。差了三分之二拢是假的安尼啦，伊所以讲哦，伊讲哦，有个人含过，着去美国都无咧，我还佫有去大学遐吼，草埔遐安尼倒咧，安摆即落 pose 伫遐咧翕相，啊去甲关机，再摕转来咧，啊有个人拢无咧，所以讲伊即个青云法师吼，伊自称是一个法师，伊伫咧遮哦抓着一挂不名誉的代志了后，伊去。这个海外世界各国，伊搁伫遐咧起学店，搁继续搁外销转内销，搁来凌迟咱的台湾人，啊凌迟这个因拢知影讲，这個中华民国政府唔是政府，是一个流氓集团而已，所以讲哦，它很好玩，玩在手掌心里面安尼。各位观众朋友，我相信讲，不管讲什么人。甲我用上边做伙所看到、所听到、所学的，是拢正派，绝对袂邪派。啊，那听我所讲的，恁若阁袂晓，跳离开宗教，啊，恁戆一世人无大见，连你的子孙会对你戆落去。一向宗教都是拢欺骗人的，伊是拢用过。二分法、两分法的理由，啊，加迄个恐怖的理由，就是用过。你若信我，你就会上天堂；恐吓的，就是你若无信我，你就落地狱。佛教嘛是同款，你若信我，你就有上三善道；你若无信我，啊，你就会落三恶道，同款。是二分法，啊！人爱学巧，学到讲，家己本身所要爱，是靠家己的脑力、靠家己的体力、靠家己的技术所摕到的，这才是正派。要来要靠求神，甲你保庇，求佛，甲你保庇，这拢是邪派。只有靠家己的体力、靠家己的脑力、靠家己的努力。努力所收到这正派的收入，若要学一个佛教所讲的
才袂受到因果报应。啊，实际上佛教所讲因果报应也好，啊，说因果循环也好，这拢是欺骗人的。不过呢，恁若相信讲有因果报应的人，恁若是无靠家己的努力，靠家己的脑筋智慧，靠家己的技术所赚来的钱，拢是会受到这佛教所讲的堕落三恶道，因为恁拢是用个欺骗的手段来。哦，今仔足感谢啊，老师甲咱啊讲遮尔济，这个咱就是讲唯一的，就是讲咱来正信啦，哈。啊，咱即马请老师休困一下，啊，等下念咪再个倒转来，好，感谢各位。再会。